次广告牌掉下来，要拆的，不能拍视频，不能拍照，不能拍照。你谁啊？啊？什么事情？什么事？这是干嘛？幸福塔，刷码成功，乘客们请戴好口罩，特别刷卡，投币。这是福州光边大桥吧？桥边这些垂下来的植物，如果有风吹动的话，就会一浪一浪的，也很漂亮。那很遗憾的，今天就是没有风。福州的绿化确实是相当不错的，除了房价之外，应该是非常宜居的一个城市。像福州这种二线城市，房价好像都排到前十几名了。周一的路口，有一个不怕死的闯红灯，这里的车其实挺快的。这些人怎么想的？其实就十几二十秒。这边过来其实都还挺繁华的。对面这个小区我就觉得很好笑，它这个装修外观怎么看过去又新又旧的，那个颜色搭配真的是很好玩，不知道哪个设计师想的。那边一大早围着一堆人是要干嘛呢？这是我每天吃饭的地方，这怎么有围棋啊？这是怎么来着的？现在要走过去，这里发生什么事了？你看，警察也来了。是不是广告牌掉下来？要拆的，不能拍视频，不能拍照，不能拍照。你谁啊？啊？什么事情？什么事？这是干嘛？不要拍。在我的身后，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今天上午发生这个爆炸的一个现场。那根据我们所了解到的一个情况呢，整个的这样一个受影响的一个店面呢，一共是有五家。除此以外呢，除了这个一楼的一个店面受到影响的，还有二楼的这样一个台球厅。在二楼的这个台球厅的一个位置呢，在今天下午我们进入到里面，有发现整个的这个台球桌已经是被掀倒在地。那整个的这个受影响的一个区域呢，目前是整所有的店面是已经处于一个停业的状态。今天上午发生这个爆炸的一个威力到底有多大？比如说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身后的这棵行道树，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树上现在还挂着应该是餐厅上面的餐厅的这个门帘，现在还挂在这个上面。那除此以外呢，我们在现场可以看到这边受到影响的受到事故这个影响的有五辆的这样一个电动车。我们看一下这个电动车上面，我们摸一下这个上面目前还是有一点这个处于一个油腻的状态，应该是从餐厅所爆炸这个爆炸物所附着在上面的。附近的一个商户所了解到的一个情况，其实不只是我们今天这个发生爆炸的这样一个九号食堂的餐厅呢，其他的附近的一个餐厅也是属于使用这样一个瓶装的天然气，大概有50公斤的这样一个比较高的，不同于我们家里面所使用的这样一个小瓶的一个天然气。我们的这个商户跟我们反映呢，这个当地的社区的工作人员在前两天还对这周边的一个商户进行一个燃气的安全检查。严复的公园，其实这里说是严复公园，其实是他的墓在这里面，然后
这边走进来之后呢，这边是他的就是他每一个时间段做的事情，1879年、1895，那那边也是，就是他每个阶段做的什么事情，然后事迹，然后正前方呢就是他的墓，他和他夫人的墓。为什么他的墓在这里呢？因为他家好像就是在这外围，往外走就是他家故居。然后这个墓是看得见的，那因为这个门锁在这里，我们进不去。不重要哈，我们今天不是来看他的墓，他这个墓现在也是文物保护了。OK， 我们现在找个地方坐一下，拿了一个垃圾桶，刚好放我的相机。Hello， 大家，今天呢是我上班的 last day， 最后一天，然后我现在提前了20分钟，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东西。这里是严复公园，是严复的墓。然后你看我的手就知道我要跟他介绍什么，这是我新买的一个慈溪的一个手持，然后当然它只有这上面半部分这么多，下半部分是我买的，另外买的。它有个好处就是我拿出来从口袋里这样子掏出来，咔嚓就吸上去了，非常的方便。那因为我拍摄都是用手机拍摄，这个大疆的话我就很少用，因为一个是方便，手机我都放在手里，大疆这个还要从套子里掏出来很麻烦，并且它的收音效果如果不加这个的话就很，就是说不太能用。那我一般拍摄是这样子，手持非常的方便，我叫口袋里左边口袋掏出手机，右边口袋掏出支架，贴上去就可以。那我以前呢是用什么，就是用那种上下旋的，要把手机掏出来，把这个打开扣进去，旋旋旋旋旋旋旋半天，那我觉得这是挺麻烦的。我觉得越简单的事情就越容易做，所以我就看那个视频有人分享卖这个东西，然后我们就马上去买了。然后呢它还有一个就是它是这个圈圈是配送的，就是慈溪的是送的，就是说有的人他不是 iPhone 12以上的型号，那他背后是没有那个慈溪的，所以他就送了这个，也方便你带手机壳的时候来用。我有试了一下，如果我不带手机壳，我这个是 iPhone 12 Pro， 它也是能吸的，但是稳定度其实并没有用这个强。所以我觉得后来我一度也想说我不要带手机壳啊，但是现实打败了我，就是如果我不带手机壳，然后不贴这个圈圈磁吸圈，那就有可能会在拍摄的过程可能抖动的比较严重，它就摔了。如果你不带套就直接摔，那手机就很容易毁，对吧？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去冒这个险。然后它这个就很不错啊，掰也要用一点力气才能掰下来。然后我给你它听一下声音，它会吧嗒的一声吸上去，这里是圆的。 OK， 好，大概就是这样子，我平时这样子拍唧唧歪歪。那我是用后置摄像头，因为更清晰一点，然后开一个广角，那人物啊什么都会进去嘛，还不错。所以我觉得建议大家如果有这个需求的话，手机拍摄的话可以买一个这种磁吸的，不用去买那个夹的悬的，很麻烦，好吗？ OK， 现在我要去公司了，拜拜。前面就是公司了，一大早就有送货的。然后我要打开钉钉，上班打卡，正在配货。这不是我们公司的，是楼上别人家。
这里是冷冻库。